我想，出于尊重，你至少应该记住我的名字。你不可能，那部分区域的确已经消失了。好吧，至少找到了一个你的弱点，虽然不太可能用得上。 果然，我们都只是可有可无的结枝，而你才是那个唯一的躯干，对吗？只要我还没有消失，你就能永远存在。肯定不是可有可无啦，但后面那句是对的。 我们还是第一次见面吧。你好。是啊，我很好，好极了。你终于有勇气出现了，是吗？说有勇气也不至于。只是我曾经对指挥家撒过一个小谎，我总觉得应该在一切结束前告诉你真相。 一切结束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你的计划，它就是最关键的那一环。它凭什么做得到？这不也是我们的疑惑吗？这个叫做维尔威的人，曾经创造了那么多的奇迹，他又凭什么能做到呢？好了。 既然我们都是维尔威，就不要拐弯抹角了。我们从未见过面，所以我也没有机会告诉你。你究竟是谁？你一直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对吗？欺诈师的又一个谎言。 是吗？这么说来，他的确没有用恶人称呼过他。这不需要你来告诉我。你既然敢出现在这里，就应该知道我们的局势并不对等吧？嗯，毕竟现在的你，是我被侵蚀过后所剩下的全部数据吗？ 如果你真的不复存在，我也有很大概率会消失了。准确来说，是一定。的确，我只是想安慰安慰自己。那么想来想去，我能依靠的也就只有奇迹了。<笑>很好，太好了。 螺旋的英杰，真正的维尔威，现在却要靠不知从何而来的奇迹拯救自己。我想，是的，真是意外之喜呀！那，你一定要更期待一点，程度越深越好。 最好比我在那片黑暗中的期待还要深。只有那样，你的幻灭才更有被欣赏的价值。今日的剧目，那拜托你了。所以，你之前说的我们去打败他。 指的就是你看着我来打败他。准确来说，我没有说我们，也不敢看着。臣服于我。
提醒过你了哦。仙鸟，拔刀！重复他的失败，都说了不是天才，这个词今天已经出现过太多遍了。眼睛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看见了吗？你渴求的奇迹，他站在我这一边，又是这种力量。什么？巨力伽罗？不必都这么惊讶吧？在自己的思维里，对一股外来的力量，总是能做些什么的。切割。我也很擅长呢。算了，我原本不想把这里弄得太糟糕的，但看起来你们一点都不在乎。那这一幕还是更喧闹一些好了。爆！这就是曾经掌控我一切的人，你现在越令我感到失望，那五万年的囚禁也就越让我感到憎恨。提醒过你了，你害怕的样子都还有些诱人呢。这是天才的旨意。离场呀，我最亲爱的观众，真正的高潮现在才要到来。好了，都结束了，我来告诉你们接下来我准备做些什么吧，好不好？我不准备将你们和哪个思维区域一起分割了，我要将你们两个就囚禁在这里，这片黑暗中和我一起永无止境。所以是那五万年的时间让你变成了现在这样子吗？的确是我的错，这倒是很正确，但你最好也别忘记我究竟是谁。区区囚禁不能改变我，从一开始我不就是纯粹的恶念吗？只是重见天日罢了。
如果你不是呢？你所在的区域并不是用来关押恶念的，真正存在于那里并且不断被并入其中的是我的，是我的自信和自傲，灵感、火花、激烈的想法，以及我能够改变一切的信心。可惜，他们既不适合那个时代，也不适合人类文明。很荒谬，是吗？你可以不相信，我只是隐隐觉得自己应该告诉你。你多少也猜到了吧？只有这一种解释，才能说明为什么我能知道你想做的事，能算准你的每一步。因为一个想要去改变些什么的人，他会做出的选择，反而永远不会改变。怎么？难道你想说我其实是个好人？现在应该举起双手，痛哭着悔悟。怎么会呢？你现在的确是个恶人了。如果放任任何一种才能开花结果，我或许就能走上天才的道路吧。但也可能走上你现在的道路。你说完了吗？嗯，我犯下的错，也让我来做个了结。只会相信自己的你，和绝不相信自己的你。虽然不是这样，但比起言语，还是用更实际的演出进行说明吧。这是那家伙消失了。你还没意识到他打算做什么吗？所以你才仅仅只是一位欺诈师啊。我现在没闲心猜谜，既然他不见了，那就从你开始。欢迎观看维尔威的艺人秀。什么？魔术师？这不可能，我明明已经……千万别过早下结论呢，可爱的观众，因为接下来你还会看到更大的惊喜。嗯，我就知道，说了多少次我没兴趣参与这种事。天才的志意，别每次叫学者出来的时候都喊错人呢。啊，对不起，那要不要再来一次？天赋长才是惊喜，远超人类所想。哎呀，这次不小心变出了两位朋友呢，竟然把两个人混为一谈，就像在说谈和言没有区别一样。嗯，我和他的差距远如日月，虽然光芒出自同源，实际上是四位朋友啦。这不是你，你一直在重新分割思维，破坏我的能力。准确地说，是先成为他们，再分割出来。原本就是我脑海里的思想，就算被你销毁了，也很容易找回来吧。狂风，尘风。你说我不相信自己，但不是的。无名为群，只有现在这样，才算是我，维尔威。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当所有的我
汇聚成螺旋之时，只要我愿意，那我就可以。现在你可不够可爱了呢。